非常高兴让大家宣布香港户外羽毛球总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咁我自己覺得呢個項目咧係非常之適合喺學校啦，甚至喺社區嗰度咧去做嘅，因為場地唔受限制，好多户外場面用得到，咁變咗咧係應該會係比較多嘅地方咧係可以做得到呢啲場地嘅。咁我期待下日後再同蔡會長大家傾下點樣去進一步推廣呢個運動。多謝大家。第一次打羽毛球都係室外，咁就慢慢打好曬，咁羽毛球幾好玩喎，咁就培養咗呢個興趣，跟住開始。